看春的質感都一樣遊動，無論雪房或絲絨，同樣有發過我那一秒悸動，從未敢每個熱吻，你自制止我衝動地行緊，鮮血在騰，大概每個人不似喜歡一個女人。让那飘啊飘啊的魂跳跃起战争，至于世界更丰富爱恨。让那摆啊摆啊的魂臣服百万人，对你我崇拜得太过分。为了转啊转啊的魂，这我都庆幸，为每个我裸的发生，每集群穷忍心作牺牲。I got some more to say， 埋怀是面有若天真，全是他不可解的魔术成分。笑得不死或缤纷，问下永远有个秘辛要探问。其实想每个夜晚，你自制止我冲动地行近，热血在腾，那里有人一生只得一个女人。让那飘啊飘啊的魂跳跃起战争，炽热世界更丰富爱恨。让那拜呀拜呀的魂臣服百万人，对你我崇拜得太过分。让那转啊转啊的魂死我都庆幸，为每个我裸的发生，每集群共一生作牺牲。Thank you.
在互人之间，在神服间，像要怕穿古装风幻，缘分深厚为作邂逅，如行星换圈圈紧扣，幸运似重根，排名第三，阳光中牵手接吻，未怕天王难相，但怕海王孤单。就让这一曲不朽春韵，互爱相传人间，百火星球之间。好，俾掌声先。自己俾掌声自己先。嗱，呢个第一个掌声咧就系俾自己准时嘅。準時開 show，準時今日，因為我見到咧，其實咧，每一晚嘅九三零嘅隔離咧，啲人都會投訴，喂，九三九四零都未開喎、啊，上次開九四五個禮拜，真係噶，好似係啊，係咩？遲啲三嗰啲，即係我同我同阿 J 送我，係咩？咁所以就試一次準時先啦，即係以試一下效率先啦，係、啦。咁頭先咧就睇到啲即係喺開場嘅時候睇到一個。幾咁嚇人嘅片段啦，就大概就係十一年前啦，你應該唔知啦，係啊，嚇你直情唔知啦，即係我哋嗰陣時，因為其實《斯柯沙》咧，啊講翻歷史先，《斯柯沙》咧就係透過一個比賽去認識嘅，係啦，咁就叫《星球大戰》，嚇我係真係唔知啊，咁好啦，咁就我哋就透過呢個比賽啦，就嗰陣時就係混集好多間大學嘅。喜歡唱歌的人去玩的、這個印象是嗎？這個印象我知道你們四個都是不同大學來的，是啦是啦，不同大學來的，這樣啦，那就搞了這個星球大戰，然後就斯柯沙怎麼形成呢，就是我們四個呢就是最後這個比賽的四強了，哦，是啦，即是 SHE 這樣 SHE 這樣，那為什麼說即是為什麼用這個斯柯沙的名字呢，就是即係老闆啦，係啦，即係或者 Kingdom C 啦，就係有個 vision， 就係好希望混集一班唱得之人，即係大學嘅精英啦，就擺埋一齊，咁就叫 C All Star 啦。哦，係嘛 ？OK， 就係咁樣嘅咁樣。咁然後咧就我喺呢一個比賽嘅時候咧，就同阿 Jay 擦身而過啦，就唱咗頭先你聽唔到嘅《群下之神》啦。咁點解要播呢首歌咧？就係因為这个算是一个契机啦，令到阿简或者很多同事呢都会知道。Sorry, 好啊。哇，完全是这样停了啊。哇。惨啊。不要。但是聽不到我說話的呢，其實有沒有聽到？聽到啊，聽到聲音。哦，是嗎？我不知道，我見他們在聊天。出了，看吧，動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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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OK，那剛才有些 technical 的東西，我不知道說到哪裡。我們說到四個不同大學的學生，透過私人歌，混雜精英，混雜精英，對啦，就這樣來了。剛才就是看到一個片段，就是我和 Jace 在一個回合裡一起合唱一首歌，叫《群下之神》，是有些 jazz、blues 的版本，是一個契機。係啦，講到係一個契機，即係好似讓我哋當初發掘我哋嘅阿簡或者係其他人咧，就覺得啊，原來超峰咧係可以 handle 到呢啲歌曲，又或者係 solo 嘅時候究竟點樣可以繼續 move on 咯，係啦。咁於是乎咧，我哋出嘅第一隻呢一隻碟咧 ，Make It Happen 咧，就收錄咗我嗰陣時即唯一一首自己獨唱歌咧，就係《群下之神》啦。
就是用呢個版本嘅，係、哦、啦。咁、okay, okay, 所以我就即係好似一個小回顧咁啦，用呢一個嚟到開始咯，係啦，係啦。咁、另外咧，就點解揀呢一個李靖軍嘅即係 Glace Lee 係 Glace 啊？去即係第三顆行星做第一隻歌啦，一嚟就自己中意呢首歌啦。咁二嚟就係、是我哋即係由組合啦，到形成到之後分開發展咧，就好似一個星系咁樣。嗯，即係我哋係一個行星嚟嘅嚇。咁各有各嘅小宇宙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係、啦。咁而我就係幸運持重間排名第三，真係嘅，因為我個比賽係因為我個比賽咧就係阿 King 第一。第二就是安仔，第三就是我了 okay, 第四就是 Jason。有名次啊，系啊，咁所以我就啱啱又覺得，咦，第三顆行星，即係意味住今晚即係呢個 live， 除了我自己一個之外，亦都想寓意啦，即係可能未來嘅日子就係爆發小宇宙，各自嘅行星爆發小宇宙嘅時間啊，咁大家就千祈唔好。勁追問我哋幾時再復合啦，係啦，俾我俾少時間我哋爆發宇宙。咁 OK， 講完一紮嘢咧，就係啦。頭先 cut 咗啲啦，斷咗啲啦，咁唔好意思啦。亦都頭先嗰個片段啦，片前嘅片段啦，回顧咗十一年啦，今日亦都嚇、即係。behind the scene 咧都有啲陪住我哋十一年走過十一年嘅人物啦嚇、要講噶，即係嚇嘉豪啊、飛哥啊啲，即係經過啲秋與冬啦，我哋。anyway， 咁啊多謝佢哋先啦，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斷，咁啊接住落嚟即刻唱歌啦，一間先睇你留言好唔好 ？OK， 好，唔該。再来啊！嘿嘿嘿 ，Thank you， 谢靓，冇错。
这低落情绪应该不会贯穿，今天我何以独站在人处下，从前的弱势可否都留低吗？冷战让难过忘记了期限，这低落情绪应该不会贯穿，与迷失戒指走不出繁天下，还容许我留一丝机会牵挂，知道暂时却忘记了停顿，叫我能漫寻人多一下。却让你受罪是吗？这低落情绪，这低落情绪应该不会更差，今天我何以独站在榕树下，从前的弱势可否都留低吗？冷战让难过忘记了期盼，这低落情绪应该不会更差，与迷失戒指走不出繁衍吗？长埋积雪下枯萎三世的花，似发白时却然见我留下，算淡入别来藏的牵挂。OK， 多謝大家，係啦，唔講未睇到讚嘅留言都多謝咗先啦，係啊，咁要介紹翻你先啊，係，喂，係啊，其實 miss 咗啊，係啦，呢、這個清楚啲嘅我係叫 J1M3， 雖然大家知道叫 Jimmy 啦，咁但係我個 stage name 啊，就係J1M3，J1M3 呢邊啊，呢邊啊，呢邊。J1M3 啊，重複多次，系啦，使唔使嚟個側身啊？係啦，係啦，嗰啲，冇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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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多謝曬你啊！即係頭先嘅呢個第三顆行星啦，同埋若然冬天沒有花啦，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啦？呢一個若然冬天沒有花，而家好咗啦，係。咦？呢個直播視像已中斷咯。誒，又翻嚟啦 ，OK。咁唔完美要做多一次啊？哦 ，OK， 其實就逢禮拜二都係我嘅。如果我翻睇先啦，我翻睇先啦。如果有啲唔完美嘅地方，我搶多次咯。禮拜二再嚟咯，係嘛？係啊，加鐘啦！唉，你最中意嗰啲係嘛？加鐘啦，斷斷斷 ，sorry。喂呀，斷下斷下，聽唔到話。知道知道知道。保又斷完又斷。OK，sorry。我哋跟進一下先，係啦。咁 show must go on 嘅，希望係咯。其實呢個咪就係即係反映翻，如果live 嘅可貴咯，即係當。真係有一個大型個場館舉辦一個音樂會，就呢啲問題就免卻啦，係啦，冇發生。同埋大家會感受到而家我當刻呢個嘅氣氛啦，係啦，同一個 atmosphere 咯，係咯，咁就所以希望疫情過後啦，就多啲開 live 啦，係啦，希望唔會再斷啦，唔係 CF 問題。唔係，都係我的問題嘅，因為今日係我嘅 live 啦，咁我哋會
跟進翻噶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唱完兩首歌啦，已經係啦。唔知道大家係咪斷啊斷啊咁聽啦。咁但係我繼續講嘢啦。成功家中編曲好正啊！喂，話你啊，加埋歌聲一流，好中意而家嘅版本啊！若然冬天沒有花，係啊，我都好中意啊，好中意，自己都好中意，係啊，好中意啊！揾機會再唱啦，好冇 ？OK， 我要讀一讀留言啦，因為咧今嚟緊呢首歌咧就就係因為一個人點唱嘅，係啦。咁佢就等我打俾大家聽，打俾大家睇先。等我陣啊！哇，你嗰啲哇好係咪啲 juicy 嘅 content？ 好 commercial 喎，你個話哇！即刻睇一睇先嗰啲，係啊！一坐嘅觀眾即刻嚟先，哇！嗰啲嚟嘅 ，OK。等我自己留言先 ，OK。就是这一段了，他就说呢，他就说 Hi 超峰，由一开始听 C All Star 就觉得你把声好好听，多谢，所以之后单飞都特别留意你的歌，可不可以跪求你在 C All Live 入面唱28天啊？我由去年开始患上抑郁症，因为工作、学业、社运的原因逼到自己透不到气，情绪差到有一刻想用死去逃避，但是刚好听你的28天派台，就好像突然当头棒喝那样，听第一段我已经醒了，我没有想过我的爸爸妈妈会怎样，做人是要想后果的，之后的起心肝去了看精神科，去改下自己的思考和行为模式，开始病情有啲进展啦，而家每日都会听一至两次28天，好似食药咁，提醒自己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，同时也试试接纳自己。我唔知道我嘅第28天几时会嚟到，但你嘅歌的确俾咗好多力量同支持我，多谢你。所以我真的很想可以在 live 听你唱一次28天啊，希望你可以看到啦，但点我都很想很想要，多谢你。OK， 多谢你的多谢啊，是啊，希望你一切都安好啦，同埋我亦都好感恩呢、个有这个机缘巧合啦，令到你听到28天啦，大家有个共鸣啦。OK， 咁系咪继续啊？系嘛，即系唔理佢断唔断啊 ？OK， 咁我哋继续先啦。OK， 好，咁啊喺呢一个真正点唱环节咧，就唱一唱28天。咁啊，你又唞一唞啦。OK， 好。Thank you. 嚟讲。全心圈亦可悭啖气，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，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，大四一心以此看出气，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，第八天好穿了凉棚来靠近拍双臂，心思都在反衬，嫌起脚又片刻回味，这一杯尝得到，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。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，同时也试试接纳自己。
學月一教總會產生悲，嘗試放棄跟他坐對比，人老來若覺苦苦不過沒自己，又要擔心今世無運氣，經歷了覺悟太少偏差遠，人總要試盡百般滋味也算合理。在世上我靠触摸心理赚到几倍，你多么豪气，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，作动住了一生的痛悲，生与死仿似无上天气，当抉择永远全由自己，乐与悲不必理，云雾里任意飞、哦哦，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，同时也试试接纳自己，学跌一跤总会产生悲，尝试放弃跟他坐对比，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，又要担心今世无运气，不用怕每日记紧争一口气，挫败当作试炼那样逃避，演好这出戏、哦哦哦、放任天力去敞开每个心扉、哦、哪怕你成大器自建立新天地，放纵去做你，接纳自己，学跌一跤总会产生悲，尝试放弃跟他坐对比，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，别靠天中可以成大器，失落到过廿八天终止准备，重新振作又见好天气，再放任飞，何时学会心透彻明媚，回到起点向天空再飞，能创造传奇。好，多謝大家。咁我就而家好冇安全感啊，因為啲人唔知道去曬邊。因為我亦都唔知道係有冇斷到啦。咁我就嘗試喺呢一度偷睇下自己先。仲有冇？仲有冇斷啊？而家好中意廿八天。多謝，不如轉下個位置，好斷啊！我知道，會唔會開得細啲？解像度會好啲咧？唔緊要，係啦，不如轉位再開啦，陣間要唱多次廿八天。Sorry 啊，我見到而家有七百幾人同我一齊堅持緊嘅，所以。我都要繼續堅持下去。咁頭先咧嘅歌單咧，我就轉眼間已經唱咗第三顆行星啦，若然冬天沒有花啦，同埋第廿八天噶啦，係啦，廿八天係啊，唔係第廿八天，係第三首歌廿八天啦。咁而家係咪 Show Must Go On？ 哦 ，OK， 個網絡重新 reset 一次，咁我哋喺新 link 度見，好冇？OK， 好咯，唔好意思啊，真係。